鲜肉美食口感基本功，锦兰竟不敌师妹。我们欢迎烤肉达人哲哥。帮我们准备了很严选的这个菜单，日式咸香五花猪、红红鱼、甜虾、甜虾、焗烤咸蛋、丝瓜圈，上菜咯。它那个配料是咸的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洋葱是甜的，加起来就有层次。比锦兰第一次讲的好太多了。开动吧，漂亮姐姐！每周日晚间8点，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与 MyVideo 同步播出。